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景彪，出卖了所有的人。你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你逼我提早做出了抉择，我说过你会付出代价，我要毁了你，毁了所有人。哟，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喝点水啊，您坐这儿。好好好，客官，快坐下。好，好，好。喝着啊，走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吧，坐这儿吧。啊啊！林玉仙，是他，是他出卖了我们。是的。二位慢走啊。这可真是没想到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难道是想独吞那批货？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雨仙是内奸，提前做了准备。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真想不到林雨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大哥，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地把我们放了？我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什么条件？好了，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屋，货物埋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这样最好。记住，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明白了。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好，放心吧，交给我了。谢了。今天晚上我多去几个人。老板，林雨仙回来了。哦，她在哪里？就在门外。快叫她进来。是。雨仙，进来吧。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看看就知道了。
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啊，你说什么？对不起，是我们错了。程汤与我约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瑞山在，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汤，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把他带到这儿来？正是。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是，我马上去办。红雪儿，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是。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看，就是那儿。村往北3里，江边老船屋。看。嗯。哎，彪叔呢？不知道啊，嗨，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玉姐，如常。哎，是彪叔。走，去看看。玉姐。玉姐，彪叔，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边，才发现已经走过了。这不刚沿着路绕回来？你呀，真够笨的。哎，这里就是程大哥说的老船坞啊。嗯，程大哥说了，货物就埋在石台街旁的竹林下。啊。就是那儿，啊！我去取铁锹去。走。来。啊！有东西。等了1个小时了，怎么样？
事情办妥了吗？嗯，电报已经发出了。用的是你的名字吧？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明白你的感受。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我并不想冒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答应我，你要活着回来。最后一项了。嗯。52，小布，一共52箱。嗯，没错，一箱不少。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什么时候了？哦，快6点了。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嗯。老板为什么没有来？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为什么？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好吧。嗯，程长官。请吧。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哎，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啊？总感觉。感觉什么？感觉要出事儿。出事？出什么事？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我要是知道，
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所以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那还用说，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见了。小姑，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啊，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请。进来。货呢？在我的住处。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货物很多，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哦，那易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怎么，我的话很可笑？难道你不觉得吗？很多人都说我这个人没有幽默感。你虽然缺少幽默感，但是很有想象力。哦，这我倒想听听。你要我到你的住处去验货是吗？是的。你的住处是宜宾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吧？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只要我们一到，你老家来的那些伙计们就会立刻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不懂你说的话。不懂？好啊，那你就看看这个吧。这你是从哪儿得到的？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坞去取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
对此我无话可说。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现在我相信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是的，我很高兴，高兴极了。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让我来说吧。林逸仙在船坞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是这样，看起来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你说呢？来人，别动，别动。看来是的。你完了。我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很侥幸，否则今晚就是你的末日。说得很对，但老天总会眷顾谨慎的人，而你太喜欢冒险，也太自以为是，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也许吧。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你的真名叫燕双鹰？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至少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真成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你说呢？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安心的应该是你才对。真成汤我见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不，你说错了，没有人比你更可怕。谢谢。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是你截下了电报。是的。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红雪儿和吴叔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坞，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物，同时
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大哥，是你吗？怎么了，玉姐？你究竟听到什么了？好像是脚步声。脚步声？什么脚步声？你没听见？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算，走吧。哦。啊！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哼，跟我斗你还嫩了点，放下枪，放下枪。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当然是我告诉他的。你是你？是的。惊奇吧？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哼，一点不错。你投靠刘天龙？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我们错怪了林雨仙，真想不到那间竟然是你。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景彪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嗯。
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看，就是那儿，走。小明兄弟，看到这条土路了吗？沿土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坞，嚯，就在船坞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好，我马上回去叫人。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了方五桥。哎呀，说得太对了！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对。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呀，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恐怕事情恰恰相反。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井装出这副傻样，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景彪，大哥霍杰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十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十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为了这十根金条，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坞做了个糊涂鬼哟。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我明白了，
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哎呦，不，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你给我闭上嘴！弟兄们，咱们何字门讲的是义气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有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臭娘们，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来人，在，把他嘴给我堵上！这，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玉姐，对不起了。走。这个臭娘们跟霍杰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老翁，让弟兄们起货。弟兄们，大家动手，把货搬出去。快点，轻点啊！慢点，不能摔碰啊！大家小心点。是，慢点，慢点。谁打枪？谁打枪？辉子，辉子，辉子！继续残。
侵占海底龙，见破人间不平事，见后见后一生渡寒山，阴阳在酒下看。